明仔醒起来哦，志龙大会替你把代志哦处理掉。你这么好，你欠问我是啥？200万我已经付给你啊，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的。下来，吹掉。有兴趣，搁讲一摆条件无？我已经讲啊真清楚，干那靠我这支厝，就当顾到你一世人无法度翻身。啊！我是真好打，啊！真正中，你那是不？我天根，啊！李相，你们冲下，你们冲下！不要！啊！妈，妈，爸，大妈，你给我等等！我讲李少爷，你可真有本事呢！事情安尼一盏接一盏安尼冒出来啦，啊！你是无甲恁老爸提早去后死，你唔甘愿？你马上行李款款地甲我死出去！我出山迄一天，我看袂着你。代志敢是安尼处理的？阿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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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讲美华。不是我爱讲你呢，啊！卡匠这个时阵就咧打坐，你敢有必要惊到伊是大人？啊，是你感觉讲你把卡匠请出来，你这个宝贝后生就会当平安无代志哦？即马去互拍到动手是检察官呢，迄不是讲有钱的，就是讲有人面就会当收伊平。志了，有啥物话，伫恁阿妈面头前归来则讲。妈，归。阿嬤，真是的，代事无处理好势。这件代志是我叫志忠出面处理的，虽然处理了无好，甚至有淡薄仔超过，也不过我相信志忠也是不得已的。冰春啊，你是一家之主，假如是谁做唔对代志，这必是应该的，也不过。到有遐尼严重，一定要甲志忠赶出去心。卡匠，你放心，我知影应该安怎做。卡匠啊，啊志忠一直在了代志，你若是讲玉英，志忠虽然是美华生的，我来希望讲你将伊当作家己亲生的后生看待，唔通伫你心内甲目睭内，敢有志龙一个。卡匠。玉英姐啊，其实也毋是无疼惜志忠，啊，伊做毋对代志，当然是需要人教示啦。明仔咱教示，明春就得有分寸啦。麻烦你先甲卡匠开去楼顶休困好。变，你若感觉讲我伫个车插你个目，去楼顶我家己会去，不要紧。兼毋过明春，我要求明仔载我困醒个时阵，我要看到我这两个金孙做伙来甲我请安，你有听到？有，迎伊起来。多谢阿妈。爸，这件代志我拢在场，迄个省官的检察官完全无法通冤家面子。坦白讲。
连我都想要出手给伊架死啊！阿兄，我真感激你替我讲话。啊，不过这件代志我嘛唔对，我袂用做代志这么冲动。你知影家己的缺点就好。你这款个性，这种脾气，无彩你阿妈佫讲你上适合做我的接班人。我看，你阿妈是食愈老愈糊涂。杨林，马上甲检察官的家属致谢，甲所有私下和解的条件超好势。另外，伊的一切住院费用，也佮包括万一若是要动手术，咱来负起全部的责任。只要志忠无代志就好。是，总裁，我马上去办。酒哦，上好莫斟伤久啦，对身体无好。咱兄弟哦，想要一杯，回答。明仔醒起来哦，志隆大会替你把代志哦处理掉。我嘛希望是安尼。欠问我是啥？二十万我已经付给你啊！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的。放开啊！啊！放开！啊！啊！对待我，放开啦！啊！放开！